日本参议院的选举在前首相安倍遭枪击身亡，而警方在调查的同时间展开。有外媒是观察，这次的投票人数有可能被枪击案影响，所以选民提前投票人数比三年之前增加了195万人，而最后投票人数比例预估也会比上次还要更高。走进投票所，工作人员发给选民投票单之后，让选民开始投票。日本参议院选举在10号投开票，有外媒观察到，受到前首相安倍晋三遭到枪击影响，有部分选民偏向支持自民党候选人。安倍さん、とても日本のことを考えてくださったと思いますので、その思いが報われるような選挙になっ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います。这次选举共有545位候选人，要争抢参议院的半数席次，跟补选神奈川选区议员，一共125席次。不少选民决定以投票行动表达自己的立场。到9号都能投票的提前投票人数，不止到8号为止达到15.29%，相当于1612万人，比三年前同时间多195万人。投票当天，全国46000个投票所，到当地下午2点为止，投票人数比例达到18.79%，比上次微幅增加。特に候補者に選定に関しては影響は受けていませんけれども、なおさらその今回投票した候補者に対して、安倍さんの分も力強くちょっと活躍していただ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なというモチベーションにはなりました。这次选战除了是对安田政府执政9个月来的检验外，也是反映包括物价上涨、国防能力等外交安保以及防疫修宪等民意的时刻。执政联盟预计拿到55席次，就能在参议院席次过半，而期望修宪的政党总计增加82席次，就有机会达到2/3席次进行修宪。投票时间将到台湾时间7点结束，随后将马上进行开票，预计结果最快会在11号凌晨就能揭晓。个人新闻陈胜秉义。